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，刚刚大家提完这些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来看，哎，怎么插入老师自己的所谓的媒体库，对你自己的东西哈、哦，除了你简报你可以汇入以外，那我它里面也有一些媒体的东西，好，那你怎么样分享荧幕，怎么录影，然后甚至后面怎么剪辑哈、哦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哦。来，老师您进到这边来，一样，我来增加一个新的投影片。哎，那个投影片的顺序调整，这个应该我就不用讲了吧？按着拖曳而已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你都会好。所以我们就找上面这边，你看哦，它有文字啦 ，GIF， 那 GIF 这个就是梗图，这个应该老师就知道哈、哦。所以基本上比较有版权问题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搜寻啊。那如果你要这个啊，我就新增进来，它就可以在这个画面上，来这里，好，新增有了，一下有没有就有一个动画了？好，所以它就是这样子而已，很单纯。那你要放到最大，它就会自动想办法把你放到最大。好，这个我眼睛先关起来。好 ，OK， 像这样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有人来哭哭了。好，那另外文字我们来看一下喽。哎，它现在的文字也不错。好像我今天在高铁上面，刚好它有一个那个类似像电子报哈，就提出哎，你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所谓的 low 色的。哎，老师有听过这个名词叫 low 色的？没有哦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简报后面有，因为你可以用 Canva 就可以做哦。好，你看这边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对话的框，有没有很多？你有什么想法，直接就帮你做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广告牌，它有很多的样式，你都可以直接来这边选，这样可以吗？好哦，这个大家新增太多你好了，哎、欸，好好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哈、哦，就是新增进来了，其实那个效果都还不错啦。嗯，那媒体的部分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它当然也会有，就是啊，你可以这边都是我自己上传上去的，或者你曾经使用过的，好，都在这边。好，你看我们那个PowerPoint 进来的，它就像这样变成一张一张的图片。所以呢，你今天要哪一个？哎，我就把它点一下，好，点到这个，我按新增，然后这边呢，等一下就会出现了。哎，我没有按到吗？图片，好，新增，哎呦呦，进来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像这样它就自动帮你满版了，那老师就直接上啦。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如果你用这种方式也可以。那这种方式的好处是，因为你都是不同投影片嘛，所以就跟平常大家在用 PowerPoint 一样，我就点到那页我就可以讲了。可是它有没有缺点？有，像我刚刚讲的，它变成图片了。所以老师，你里面的超连结里面动画字都不见了。如果您希望，我就跟原本的上课方式一样，就是打开 PowerPoint 然后讲啊，那怎么办？透过萤幕分享。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、如果你进到我们家、哦、我把这个先拿到另外一边。好，我来这里。好，我一样再新增一个页面。我在这个页面，我想要分享我的这个萤幕。你有没有感觉这个看得好熟悉？这样知道的、哦、都一样的。你如果用这个，就是直接找分页。视窗，或是我整个萤幕进去都可以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只要这个视窗就好，就分享。好，那你现在看到有没有？它是不是就自动帮我把这个？那我把它撑开。所以呢，我在这边的操作，我在另外一个萤幕的操作，老师就会同步看到。好，比如说我在这里点下去，来，那我这样有没有？我的操作是不是老师就看到了？然后您想不想出现，就是由你自己决定。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在这边底下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他用萤幕分享的小缺点啊，就是你每次进来之后，你都要再重新选一次，
他不会永远帮你留着。你有没有？我刚刚是不是分享完了？我现在重新回来，是不是又要再找一次？哎，不然的话，他会那个，好，你看分享一幕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要自己再重新选一个？这样我的那个画面才会出来。怎么了？好，所以像这样子，分享一幕应该就没问题了。上面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有没有共用，哦，有没有共用，哦，好。所以老师呢，你可以先试看看，你自己先想一下你有什么东西，然后你的那个内容好要怎么弄，等一下我们就准备来录影咯，好吧？你可以先帮我准备4到5个投影片。这个为了避免大家在这边太乱，你可以自己开心的，怎么开心的，来老师，你们可以先退出这个线上会议的，可以先退出哈。所以你如果在这边，你还有在他的首页的话，你就直接按右上角任取启动。对，右上角一个任取，有没有？这样就进来了。好，那有一个那个新的说明哈，那那个就把它关掉，因为它最近还有增加一些新功能。这样有没有空的？你就有自己一个空白的，就不会跟别人抢的。这样 OK 吗？所以自己先找到一个新的这个简报，就不用在我的那个会议室里面了，你只要把叉叉关闭就好了。背景挑一个你觉得比较满意的，请问背景可不可以自己上传？背景啊，可以啊。你看那个右下角，来，老师您看一下我的右下角，背景有没有一个查看全部？有看到自定吧？新增，这样你了解吗？所以我今天来这里上课，我们大概就用这里啦。这样诚意满满吧。好，可以是影片，背景可以是影片哦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它会动嘞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背景是会动的，所以背景是可以是影片哦，没有说只能是图片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样大家有没有都准备好了？麻烦大家帮我准备4到5个简报，4到5个。